大家好，我是盖伊。当我得知能跟馆长上擂台交流后，立马进了道馆训练我的战力技，为了就是能在今天给馆长一拳重的，拿出一点风采。陈山馆长，晚上还要直播，努力保护好自己的脸吧。我是馆长陈之翰，格斗是一种修养，一种精神，更是一门学问。该一看是你的拳能打在我的脸上，还是我能让你趴在地上？在我三月初得知有机会能够跟馆长上擂台对练之后呢，我马上就自己来学综合格斗。可能会有很多观众会想说，盖亚，你也太小看综合格斗了吧？你以为你练两三个礼拜就有办法上去跟馆长对练吗？但是我必须得说的是，我就是希望能够在擂台上打出一点东西，至少能让馆长稍微认真一点点，好不好？稍微认真一点点，就能好好的就是答谢馆长给我一个这么难能可贵的机会，以及答谢我的粉丝们，支持我的粉丝们，能让你们至少看一个精彩一点的对练。答谢就是认真教我综合格斗的教练，综合格斗教练 Ken 练拳去，下个礼拜就要去找馆长。是我去成绩前的最后一次跟我的师父训练，然后明天呢就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格斗比赛。那我的对手呢就是陈之翰馆长，我的师父呢进行式馆长 Cam 馆长。明天我就要去打我人生第一场格斗比赛，那师父有没有什么话想对我说？活着回来。活着回来。没有，就是你 打这种交流赛啊，练习赛，还是就是互相保护对方安全，那大家都会维持一个基本原则。然后你打到一下，你可能就会失控，其实也不会，因为他你现在也开始练习，
很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，然后在对打当中，其实每一次被打中，你要思考是，哎，为什么被打？不是说，哦，对方打我好痛，怎么可以这样子？其实你要思考是，哎，我在防守的过程是有什么问题，或者是他的什么样的招式很厉害，你可以学习起来。对，那当然你去跟陈志恩这个经验水平差太多了。对，那就是去做一个学习，去体验一下这么大量级、这么高水平的对手，你要怎么样试他两拳，挡他一条腿的攻击，这个都是一个不一样的体验，也不是大家一般人都可以去尝试的。对，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的经验，没有问题。对，所以我会谦卑的去，但是呢，我是还蛮有信心的。我觉得可以，应该可以打到一拳，可以，可以。那我现在来到成吉思汗的这个八角擂台里面，那现在站在我身旁的这位是成吉思汗的综合格斗教官阿任。那请阿任跟大家介绍一下他的资历有多坚强。我的话基本上是以散打为主，然后大概有参加几次的散打比赛，那通常都是拿过3-4次的冠军这样子。我呢，高中的时候也拿过中部县市第一名，水彩比赛冠军。那就麻烦阿任教官，请多多指教。对，好。然后呢，我们现在会进行一个回合的对练嘛。一个回合，2分钟、3分钟，3分钟吧，3分钟，会进行一个3分钟的对练。之后呢，下个回合才会对上我们的 BOSS 陈志翰馆长。他在旁边，我压力好大哦，看这个霸气在里面都感受得到。OK， 好，请多多指教，开始。Go。
休息一下，喘一下。有，他那个拳头，感觉用石头丢你，那种感觉很像。而且我刚腹部吃到他一拳，然后那个是你直接让你窒息，你不能呼吸。好了好了，又快又不愧是这个什么暴君，成吉思汗那个铁拳暴君，铁拳暴君。教官，哎，他们 ，Oh my god， 有没有很爽？看波波，波波好爽啊！波波，你是不是看傻了？没有，我看到他被揍的那一拳，我想说，如果我被揍到，我可能就在那边吐了我。馆长刚才看盖伊的表现，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他是到目前为止打得最好的哦，打得非常非常的不错，对，就是经验不足一点的。哦、然后我觉得他如果再往这条路走，也是可以发挥得很好。哦，他的动作、反应各方面还不错。哦、然后他也蛮敢打。然后当然是希望他未来如果对这个有兴趣，可以再，因为这个也是一门学问，可以再往上继续训练。他有肌肉的优势，就是说当你身体素质很好的时候，你如果技巧你比较拙劣一点也没有关系，你可以去。用身体素质去弥补它，身体素质的训练跟技术的训练是要并是要并重，但是台湾就是都是大部分都训练技术，没有在训练自己的体能跟肌肉力量。哦，所以盖伊算是身体素质很好。盖伊刚刚这样打完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很重，我感觉那个拳很重。然后我本来是想说，啊，第一回合跟阿任打，我先保留实力。对，我当时非常天真的想法。一个菜鸟，一个新手，保留什么实力？我本来想说有一些大绝招，留着在馆长的时候再使出来，比如说像是Superman Punch 超人拳，跟林拍子的右直拳，但没想到那对手太强了，所以我只能就用出来，看能不能打出一点有效的拳。那等一下呢，因为馆长他的动位很大，他肌肉很大。来来来，盖伊，你现在是要讲小声点。他动位很大，他肌肉很大，尤其是肩膀很大块，然后他擅长防守，很硬。基本上我的直拳，等一下小声一点，直拳很难打进去，所以我会用一个策略叫做换血勾拳脸，就是想办法吃个几拳，钻进去之后，然后用勾拳从身体捞到头，看能不能打出一些。有效的拳，对。等一下，你说那个名称叫什么？换血勾拳。你还有血？换血勾拳。你还有血可以换吗？你这个已经快，你 HP 已经快归零了吧？我又进温泉，重新回满 HP 了。可以。等我。好。三拳。好。三拳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趁这个机会，我想问你，你有没有发现这样打起来，有没有发现 Camp 老师对你是不是太温柔了 ？Camp 就是一个很非常仁慈的一个。师傅啊，他因为他知道我马上就要比赛，所以他也不敢重拳塞我，怕我受伤恢复过来。等一下还有三分钟，希望我能对上馆长，也能发挥。等一下跟馆长也是三分钟还是两分钟？三分钟。嗯，哇，那你这样子感觉很硬哦。啊，有点硬。馆长感觉之后会被压着打。嗯，对啊。馆长神色自若，所以三分钟我也不知道怎么配速呢。嗯，我就全力以赴吧。好吧。记得最后那个双手举高，好，输人不输阵，好不好？我会活着回来。好，三分钟，好，后面开始，开始。
今天的综合格斗影片就先到这边，那等一下呢，我会跟馆长来个晚餐的访谈时间。那内容呢，我会放在下周的成吉思汗一日体验，有很多重训的画面、讲干话的画面，还有访谈的内容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。不想错过的话，就欢迎订阅健人盖的频道。我们下周 YouTube 见，拜拜。 馆长其实一直留拳，他一直留着，因为他怕一拳下去，盖伊就晕了，就没办法。你从场外看是这样，对不对？没错，可是他还是被猫人好几拳。我看起来，因为馆长没有什么在动啊，盖伊在躲他，所以感觉就是馆长是在这样子左右左右，盖伊会一直跳来跳去。而且那个时候完全防不住，他一防，可是馆长一拳下去还是就破了，就破防了，然后被破防的感觉，挡着啪还是倒了，直接破防，没错。